就揍你了，老弟！背水一战，走到这儿我剩15体力。对面这个叫牛仔的狸猫竟然有42体力，我怒气之前没记得用，这回可别再忘了，争取每回合都是最优解，才能死得不算太难看。一次狂怒，四颗骰子，6个技能，先来一招清顶，二点变三点，刚好最大化输出电击枪，用震慑对方。这个二点用战斗翻滚再投一次，运气不错，换了个6。接下来用一手榔头满输出，对对面一次震慑，剩2个技能。回旋镖能给对方造成双倍伤害，但是自己也会被反弹基本伤害。体力本身就这么少了，我要不要用啊？敌人已经被我掏了2层震慑，怕什么？伤害21体力，我只剩9了，是困人孰不困人？是时候发动大招了！怒了，这么多体力，叫你欺负人？体力9对9，现在换他出手，我能挺过他一轮攻击吗？漂亮，上一轮的震慑起作用了，他得消耗骰子解除 debuff。 很好，他解了个寂寞，这回合直接将他带走，用一招最干脆的方式，就回旋镖了。总算把他解决了。差点没被砍死，只剩3点体力了，后面的怪物还怎么打？刚好升级，哈哈，升级体力就回满了，还能升级装备，就升级回旋镖吧。我就想问，还有谁？